早上起床发现眼睛找不到，刷牙刷一半发现吐司烤焦，蹲在一奇怪的姿态，无奈的枯萎，我还是找不到人生目标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样的我，可是我好喜欢你，喜欢到想大笑想每天和你一起晒太阳，想每天和你一起吃一个便当，你知不知道我要，我喜欢下雨的晚上和你聊天泡一杯茶，虽然你有时候真的很难搞，虽然我的个性常常有人自然，但那不重要的吧，我知道是包子老师的本名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虽然你